那我能邀请一个人跟我合舞吗？我觉得可以。你吧。<笑>我觉得不可以。可以吗？我领悟一个你，穿透风景坠入你的眼睛，立体心吸引力，我温暖包裹你，才知道一杯的季节说爱情。等霜雪落满地，风吹暖暖四季，等地球忙着自转，照耀你，我栖息的星系有微光折射你，许我逃离引力，设下相遇伏笔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掉呼吸，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。这寂静信息，浪漫是你一串的探秘，只想被你吸引，你就像氧气，没你不能呼吸。我活来自信，我相信你觉得是好人。我是好人。那咱俩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。保护我啊。来来，你跟我聊一下，你第一个信息是虫草，是虫草入水碧嘛，碧绿的嘛，这样碧什么啊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金色的话筒， baby 姐他们的信息是二次，他们只有两个快二次元呢，一个是 baby 姐，一个是深深。第三个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一直觉得凯哥今天有问题。我也觉得凯哥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咱们是好人哈，我真是好人。我都不怕你撕，如果你是坏人，那我认倒霉。我真的是。那看看咱们俩建立百分之百的信任。